动画王者天下第四季2022年春季开播，电视动画王者天下公开了新的视觉图，并宣布第四季预计将于2022年春季开始播出。王者天下是日本漫画家岩太久创作的青年漫画作品，于2006年1月26日起在集英社旗下漫画杂志周刊 Young Tempo 上连载。根据漫画改编的同名电视动画由 Studio Ghibli 制作，目前已播出三季。